号举办全新专辑《八古墓》的发片记者会，现场除了带来两首新歌，当然也有好朋友特地到场来支持。瘦很多，你怎么瘦的只剩下肺？哎呦，没有肺的话就不是铁肺公主了啦！太夸张了。有很瘦吗？非常瘦。讲我一件事，真的恭喜那个演唱会非常成功，该不会是为了演唱会？演唱会？演唱会减肥吧？大家看到我就，哎，你怎么现在那么瘦？我想说，我以前也没有很……我跟你讲，女艺人都是这样，心机说你好瘦，然后其实我没有解释。其实我这个腰哦，我现在没办法呼吸啊，因为我刚勒得很紧。你很瘦好不好？之前有个好姐妹说，你是不是有男朋友？我说我没有啊。她说你骗我的吧，你就是有。我说我真的没有。我说变漂亮其实不是因为谈，不一定是谈恋爱，因为我现在很懂得爱自己，努力所以变漂亮。桃花是一直都有，但是你说要碰到喜欢的，还好哎。有没有喜欢什么类型？我觉得现在在这个阶段好像不会再年轻，像年轻的时候我要身高大概185啊，怎么样怎么样。我觉得现在在一起舒服自在很重要。我经纪人都说我觉得你就是会闪婚的那种，我不知道是因为疫情还是年纪的关系，我会觉得人活在当下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答案是什么。如果觉得是他，我觉得我是可能会闪婚的。下次如果突然听到公主的喜讯，大家可别吓到咯。Bye.